女神李玉芬竟化身爱心大使，为偏乡小朋友募集营养午餐费。看到影片太可怜，让我们的女神也哭哭啦。现场女神亲自做沙拉，上次又被拍到买锅子，应该是女厨神来的吧。其实我蛮喜欢下厨，可是我每次下厨的经验都不是太好，失误率大概高达99%。弯腰，这样不就不能帮亲爱的人下厨了吗？你想要为爱人下厨，然后被打枪的经验吗？我没有这种想法，我觉得现在外面餐厅很方便啦，其实是这样说也没错啦。不过最近演艺圈一直冒粉红泡泡，杨丞琳日本千里龙号火星 CP 又搞掉看演唱会，你掰了阿东之后怎么就没消息了呀？羡慕啊，而且会很替他们开心，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放闪嘛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多这样一点新闻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可以感染很多这个圈的桃花。关键字出现喽，看来你还是很需要桃花的。目前还真的没有啊。那我被狗仔其实也跟了快一个礼拜，他应该觉得我很无聊，所以想说也太神秘了吧。但是其实我真的没有新对象，然后也没有要去哪。对，狗仔哥啊，松绑一下，不然没人敢靠近女神了。